是庄卡囡仔林大美，不管你是大庄卡，也是多市，咱做伙来关心农村甲农业，因为这是咱的根，关系着咱子孙的未来。迷你之音第六季，庄卡囡仔的垃圾哦。欢迎收听庄卡囡仔的垃圾哦，我是大米，我是雪清。雪清出现的时候，代表我们今天有国际农业新闻要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主题跟奶油有关系。台湾人对于奶油大概知道哦，很多饼干啦，一些烘焙可能跟奶油有关。可是它要变成一个国际农业新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台湾人真的对奶油比较陌生，甚至有某位广播主持人曾经把奶油跟鲜奶油混淆，导致他本来要做的奶酒变成了只能涂在吐司上的抹酱了。什么？搞不清楚奶油跟鲜奶油是不是？我是一定不会承认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啦。好啦，听众不用猜也知道我在讲哪一个主持人。不过在今天新闻关注的这个国家呢，奶油是几乎每天都会吃的食物，所以人民当然会非常的在乎奶油的品质。这个新闻事件发生在加拿大，从一则推特 po 文开始烧起了全国的热烈讨论。又来了，又是推特的 po 文，这常常大家容易大惊小怪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有一位饮食议题的记者向推特社群提问，是只有我这样觉得，还是现在放在室温下的奶油真的比较硬？啊，这个记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奶油放很久了还很硬，他就觉得有问题是吗？当然这个问题很大啊，奶油没有办法放到软，怎么涂在吐司上呢？哎呀，你不懂啊。真的，这个消息开始在网络上疯传之后，引起了很多人开始追溯奶油生产上游的乳酪产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原来问题来自于添加在乳牛饲料的棕榈油成分，其实这是早就开始为了提升产乳量而添加在乳牛饲料的营养补给品，但近来因为疫情造成加拿大人的奶油需求量变大，生产者为了拼产量而又增加了饲料中棕榈油的用量。啊，奶油需求量为什么疫情期间会增加呢？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后，人不能出门，很多国家的人开始疯狂做烘焙，不仅可以为无聊的居家生活带来新的乐趣，自己做食物还可以减少出门采购的需求。那因为奶油是重要的烘焙原料，就造成了需求量大增。据加拿大酪农协会的数据，2020年加拿大民众的奶油需求量增加了超过 12%。 哦，我懂了，所以大家很大量的仰赖奶油，那奶油竟然在室温当中放着不会软，就影响到它每天食用的习惯就是了。这问题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严重，大家喜欢讨论。只是说棕榈油原来它是被放在饲料里面的添加，而且除了造成奶油变硬，到底这个棕榈油的这个问题还会带来什么影响吗？其实大量的棕榈油有对人体可能有害的疑虑，但是还没有很明确的研究。不过能确定的是，棕榈油的原料取得对环境是有伤害的。棕榈油主要产自于印尼跟马来西亚，在那些国家棕榈树的大规模种植正在快速导致原始雨林的消失。棕榈油在各种加工食品的添加是早就普遍的事，而且棕榈油添加在乳牛的饲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世界很多牛奶生产大国也早就在用。这次不一样的是，这么具体的改变了奶油的质地，就引起了加拿大人好好去了解跟探究食物生产过程。而且因为加拿大的酪农业是个高度受政府管制、保护与补助的产业，等于加拿大的奶制品产业是用人民自己的纳税钱在支撑，所以这次事件不仅仅是奶油的问题，更是人民对畜牧业、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谢谢雪清今天带来的国际农业新闻，这也提醒我们对食物保持好奇，知道食物的来源非常重要。谢谢雪清。不客气。接下来严肃的部分结束了，我们要进入乡下小孩尬聊时间。
装卡囡仔乌白开讲时间。今天这部真欢喜，邀请我的不是老朋友，是真心的朋友，也不过在感情上感觉那是老朋友同款，因为大家平时在关心的议题，还是说有兴趣的事情，感觉都有一些交集，加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要说他是好朋友，我也很抱歉，因为我年会差很多。这位是屏东孩子王张毅，张毅你的台语要怎么叫？王中毅，哎呦，水哦！屏东囡仔台语袂歹哦。中毅是阿公阿妈会安尼甲你叫是无？阮都拢叫我毅啊，毅啊。啊，佮咱讲恁屏东都有安尼，大家拢知影哦。毅啊，即马上电台啊。我伫屏东的盐埔。哦，盐埔是吧？嘿，盐埔。伫个屏北，伫个九如巷屏东市的边啊。哦，迄做南的啊，做南边。屏北。屏北，屏东北部。北边。哦，北边。嗯。九如啊，啊，不过伊是长条形的，对不？对对对，所以阮的纬度其实比，像讲高雄市啊、凤山佮较北边。哦。嗯、所以阮是较屏东北部的一个乡镇啊。哦，那对，还要了解地理位置，才会知影讲，你讲你屏东其实比高真侪高雄人住了佮较北边。对对对。啊，中一。张毅先生今天的出现在我们装卡囡仔的垃圾哦，这部现场，伊本身无务农，本身嘛无住伫田庄，伊虽然是伫盐埔大汉，不过伊今物伫台北食头路，所以伊到底像咱奶今日出现伫遮个大米开讲，你敢知影为虾米？我嘛做好奇，我跟你讲。敢那是一个原因呀，因为咱拢是装卡囡仔。哦，我都真想要找装卡囡仔开讲啊、嗯！你有感觉讲咱细汉伫咧装卡大汉了，啊，个后来出到都市读册啦、食头路啥，都真罕有机会甲家己同款背景的囡仔啥，开讲一寡真正细汉的时阵的代志，你会无？会呢，因为我高中就去高雄读册啊，所以我高中其实个住伫个高雄。按个我读的是红山高中啊，我有一阵就是外宿的庄卡人，嗯，我一个话题做亲近的，往屏东的某高雄，你讲阿仁呢，所以我呢背景个做话，啊，迄阵呢个较无即个感觉，按个我到台北来读册甲生活了，其实我拄到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台北人，嗯，所以。大家都不熟真卡的状况是怎樣，而且话题个无人会当和我讨论。嗯嗯，哎、欸，你讲的话题跟你讨论，你可能会感觉讲，是啥物？你会真想要讨论呢？真想要开讲，不过无伴跟你开讲者。譬如讲，其实阮都有种啥，这物件要安怎料理，诸如此类。哦。因为真卡。我迄阵高中的时阵，大概可能整卡来，因兜嘛是做事的。比、如讲，我一个朋友，因兜去种莲雾，啊，阮兜等下莲雾，莲雾哈，莲雾，哦，咱腔无同款呢，是吼，莲雾好。啊，阮兜之前冇种过莲雾，所以阮个讨论讲，哦，迄阵种莲雾是来做甜的，安怎？迄口气听起来，别说你是老农同款，其实，都囡仔时代嘛，吼。哦，你讲你伫台北读册时阵，都真罕有法度安尼开讲，是因为你去读一间真歹开讲的大学，对不？我安尼，我个底负责人，这间大学叫做台湾大学，伊读的学系叫社会工作学系，社工系，唔是讲读这个学系歹开讲啦，意思是讲真歹，都够有害。交集也能开讲家里面的种植、啊，细汉大汉的情形、因为听讲，其实嘛不是听讲，这科学有迄个数字统计出来，大部分会读个台大的吼，真正大部分拢伫北部，原本原生家庭北部的，嘿，较侪啦。所以讲，你这位屏东遐尼啊南边，哎，走来个台北读册，莫怪孤单寂寞觉得冷。嗯、你当初要甲人讲。有种莲雾的，比如讲，
莲雾盛产期的时阵，伫台大周边，你那是去跟朋友散步、同学散步，看到莲雾，你也至今未掉，想要跟人讲，其实阮倒有种这個，会无？啊，阿哥，到后壁阮倒个无种莲雾啊，阮倒个种苦瓜和雷棒。哎、啊，看到这拢想要开讲的无？啊，那雷棒个讲哦，迄当时像春啊花啊，啊一年的两收啊，啊苦瓜阮倒是种当时的。其实这话题个较无人会当和我讨论、啊、除非因为我冇愿意死啦。啊，你社工系的同学，你有当会想要跟电一下，电工厝里有种家的，啊，要跟电工你有一寡跟无同款的生活背景，干样呢？因可能嘛无什么兴趣。按个，像讲大学的时阵，我朋友个有去屏东佚佗的时阵去玩到，按个遐多起人。啊，别赞成相啊！应该感觉讲哦，这个大所在行业呢，生活做无同的，因为阮倒是伫个田中，就是四界拢无人，阮无邻居哦，阮的邻居是田。哦，你是独栋的呢？嘿，阮是小农舍。啊，阮倒头前是鸡寮，边啊是地寮。难怪都感觉张大嘴巴，因为这今麦伫农村嘛，无讲真济啊。所以阮个会听到。底下咧叫，啊无就是暗暝，大家咧困的时阵有青蛙会呱呱呱呱一直叫规暗的，啊，即个生活环境同因生活个真正做无同啊，所以因来时阵个叫做新奇的，这行业呢，生命其实哦是一个隐形度的所在啊呢。因那是来大只能讲哎，感觉讲哇，这空气视野。啊，拢看着足舒服诶，啊，可以当接触大自然，可能真欢喜。啊，可能一个月应该冻袂掉。嘿，迄是因为你是毋是等于找你都拢爱斗三工？对。哦。爱做啥物？我常常拢讲吼，我放假比上班搁较忝，因为像讲若等于我可能透早，透早起个爱，五六点、六点、七点还个爱起来斗三工，啊下晡。各有别个代志爱无用，像讲阮兜即马种诶有苦瓜、雷棒、槟榔、香蕉，哇，不离啊济。所以因为有无共期嘛，像即马是苦瓜，行即马个主要是苦瓜，啊苦瓜个爱逐工忙，啊个爱捡条啊，捡条啊就是甲迄苦瓜胃边啊甲顺落来，阮买板诶顺较快着，啊伊嘛会洗了较直。这东西细行的工课，啊，我们一直去做安尼。啊，咱像讲热天的时阵要加槟榔，我们拢爱像讲六点起来加到一点，槟榔其实会当送给人家，啊，阮都较俭，所以拢阮都几个人个拢加，规个透早，规个中昼较加的了呢。伊啊，你意思是讲？你到现在如果是回去家里、就是都要有这么多工作也要需要到三天的就对、因为这些政策都要继续，对对对，爸爸妈妈都要是这生活的重心都要是这个、对、这样表示你们家脚手不少哦，没有，我们家给我们爸爸和我妈妈两个在做啊，平常时孩子如果回来就脚手比较多吗？有几个孩子？我一个哥哥，两个，总共两个男孩子呢。哇，你真的有看见到对吧？我爸爸妈妈较拼啦。其实你无几岁啦，爸爸妈妈应该嘛是要生少年，不过就是一世人拢务农，这农业的工课伫咧做，其实嘛是真操劳的，对不？对对对对。你看因迄个操劳的这种务农的情形，你家己敢无讲，就对农村甲农业的想要离较远嘞？结果其实像咧大米讲啊，我其实无等于做事。哈，对。所以其实嘛是有惊到。哦，这个算惊到的部分啊。因为阮兜其实为细汉到大汉。整个物件拢足济，啊，迄个范围嘛足大，所以迄个工课量其实足大。所以我嘛是。啊好，今仔日伊啊，甲大家承认，伊真正是有惊到，所以走来台北找头路。对对对，所以我嘛是感觉哦，这道起码可能阿咪我想要做的物件，所以我个无等于直接做是啦。啊个，其实我起码做的工课，行真正做的工课，其实拢甲农业无关系。对啊。因为我感觉讲，我安尼是。
我大汉的背景，含迄个过程，其实拢伫个农村，拢伫个农业，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影响到我后壁咧找工作的时阵，我所关注的议题，含我所想要做的物件，拢含农业有关系，所以我较会找在讨论。那个感情是不是很复杂？你都明明想要离较远嘞，因为真忝惊到，但可不由自主，伊个伫咧关心这个议题。啊，其实你选的是社工系呢。啊，无啦，我的研究所是和农业有关的，我是他，我是台大的农业推广。所以因为我对这个议题和这个领域有关心，所以我的研究所个选择去读农业有关系的研究所呢。你的这个关心嘛，是指讲你是想要帮家己的家乡做什么代志，帮爸爸妈妈会去为因的角度想要帮因做什么代志，还是你想到其他的要关心的目的是什么？哦，迄阵要读册时阵，其实嘛无想遐济，其实是讲，我想要读这个研究所，啊，要做行农业有关系的工作。因这个是我所关心、所在意的议题。那是讲要等于帮爸爸妈妈创啊嘛，因为因的政策已经做专业啊，因嘛有一个家己的系统。像讲我当时啊，像讲我伫外口接触到有机这个话题，我就等于讲啊，你有想要健康买有机的无？应该讲，因为家己的想法就讲，农业就是爱拼量，拼量你就是爱用农药啊。之类，其实因用家己的一套思想和因做工作的方式，所以伊嘛无需要等我帮因推广啊。所以其实嘛无和家己家乡有关系，只是我所在意的这个农业的议题，从我来到这个工作安尼。你在意农业议题，我是好奇讲，这个在意的意思是讲。过去成长，你就是一个庄稼囡仔、农家子弟来讲，你敢有感觉讲农业有倒位真严重的问题？所以，伫咧你开始会当有自主意识，要研究一个领域的时阵，你感觉你需要搁较钻研入去，你想要有啥物得到啥物解答是无？其实人伫一个环境内底。咱无法度感觉到迄个环境的问题，我是安尼感觉的。所以伫我大汉的时阵，我伫咧成长的时阵，其实我并无感觉农村有啥物问题，因为这就是我逐天生活的所在。不过其实我到高雄个大学到研究所，我读册读足侪册嘛，像诶对我影响介大的一本册是文英林一本。江湖在哪里？对，江湖在哪里？其实那本书就写台湾近代的农业史，那个发展的过程。那本书我看了后，其实我就对农村农业有一种关怀，想说其实农业在一个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很重要，但它一直没被放重视。所以其实我是有这个关怀，才来转到农业这个领域。你有感觉到无受到重视的时候，你会去想到你家己，还是恁爸爸妈妈，你嘛会感觉讲恁无受到重视的迄个一寡记忆无？无安尼直接连接哈。对。啊，其实我有呢，可能我的受伤痕迹比较明显。结果即个哦，已经迷你之音已经做到第六季，所以我就家己就是。苍巴就得较敢讲出来，讲家己，这嘛是做者台湾人共同记忆嘛，就是你爸爸妈妈伤辛苦啊，务农辛苦，所以因会感觉讲，哎，所有的主管拢互你好好读册，你以后就是卖点这个所在。对。因讲咱的自尊心，自细汉大汉安尼来讲，我感觉可能有真大程度也是同款的，就是。离家乡较远嘞，表示较有前途。爸爸妈妈可能嘛是安尼想，你的爸爸妈妈是安那想的。你读个台大呢，后生读个台大个研究所，你的爸爸妈妈捌甲你讲，伊对你有啥物愿望无？伊的愿望就是行，其实真侪爸母拢会希望家己去做公务人员。所以因为我读的是社工嘛，农业推广其实伫个政府冇头路。伊会感觉讲，你应该去食政府的头路，所以伊会感觉讲，因为我做的是伫个协会做工课，伊的薪水可能就不管，伊会感觉啊，这个头路伊唔知要安怎想安尼，若讲着讲
伫个像讲大台北这件代志，因个其实介希望我等伊大。安那讲？可能因为到一个村因人，阮哥哥伫中港，个伫个中港做工课，因为拢无大村嘛，伊个希望讲啊，做想要囡仔等来。嗯，按个很，跟因大做会定义就是爱继承家业啊，对不？有人要娶你，但我妈妈有当时拢会讲生讲生就讲，哎，早就知卖好你读较济册，你个老店存行完做做会做先的。嗯，哎，安尼讲其实是讲，阮到做产的收入其实袂歹，伫个像讲即马烤鸡，即马因一斤是卖到八十，嗯，是真真贵的计数，所以应该其实阮爸爸妈妈。因知道做产做辛苦的，因真正买讲讲囡仔卖做事，伊拢跟我恐吓讲，哦，你哪个无读册，你过来当来做事，这是伫个农家做定听到的恐吓。按个因即马其实，我拢知影讲，阮兜做事的收入比其实因用做好的技术，嗯，所以因买讲讲。这个技术难无伊，足可惜的。所以伊即马开始用不敢高攀讲，希望有人会当等伊大呢。嗯，其实我拢会很足定问着讲，你当卖等伊大？你现在不爱等伊大哈？对啊，因为我即卖工课拢会伫增加，像讲去访问啊，去做推广。啊，那拄着较少年，很家己较讲辈啊，是朋友安尼，因有当下拢会问讲，啊，你当卖等伊大？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做复杂、做矛盾的一件代志，因为其实我就是介关心农业的议题，但个我个感觉讲，哦，农业实在是等于接来出来在工课，真正做忝的，嗯，所以这些推拉之间，其实我跟他做矛盾。啊，但哪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个感觉讲啊，我实在唔知咩来回答呢。嗯，我感觉这是做做真卡紧啊，还是？出来都是做农业的人，伊拢会拄到这个问题，可是到底要等伊做无咧？啊，若等伊做有啥物？会安怎？啊，若到底诶啊，导致会安怎？其实我的生命，我的选择，其实拢一直在问家己讲，我是有一天爱回去安尼。可能时间无同款，生命走到不同阶段，对啊对啊，生命会自己找出路，即句话又搁造出来。嗯，迄种人工嘛叫做近乡情怯啦，我家己我嘛感觉会安尼，嗯，就是嘛是家己生活爱对家己负责嘛哦，伫都市生活也不一定都快活，所以对啊，所以咱家己会豆豆啊想通啊，像我感觉想通啊，就是我既然有一个专长，比如讲做广播啊，我关心农村农业，我赶快能发挥这个专长。你若叫我去参与，迄真正都是浪费时间，真正都是拢无效率的就对啊啦，我都做巴卡的，所以没有意义。咱要是把家己放伫咧较适合发挥的所在。啊，关心的目标，那个目的地啊，主题是同款，我感觉迄嘛是真需要。哎呀，不同款的，那个专长做不同款的发挥啊，所以咱屏东盐埔的这个义啊，王章义，嗯，对于咱的乡亲，会当拍一下招呼，讲我暂时无登去，不过有可能有点点路过有沒有，我其实应该拢大概拢会登一次到。哦，啊嘛算真骨力呢，嗯，中呢，中呢，对、嗯，你等于为上北的所在，等于个上南的所在，高铁拢一票到底，对，高铁票嘛贵什么什么，对，所以甲爸爸妈妈讲拢是讲啊，嘛是省一点车票钱，干安呢？爸爸妈妈讲无，我给你出，还你来帮我出。正在收听的是《靡靡之音》，真卡囡仔的垃圾哦，唔要哈舒坦的嘿，《靡靡之音》，装卡新年的垃圾哦，我是林生祥。
其实啦，今天想要在正确的垃圾油节目来专访王章义先生，我们的屏东盐埔的义啊，是因为、喔、我有一次啊，去年我看到你的 FB 啊，讲到乌鱼标、乌鱼标，是吧？刚刚你讲，讲到你煮一路才叫乌鱼标，啊，你点发灯光什么？哦，你会晓煮，啊，迄食起来是什么滋味？我想讲，这个咁少年人怪怪呢，我就真想要跟你开讲者啊，就是讲你住伫台北。做一个上班族，啊、你也去菜市啊？你迄个是去菜市啊？看到乌鱼标是吧？对，迄趟菜市啊买一点，所以是你家己去买倒来。对。其实因为阮岛无住伫海边啊，阮岛虽然叫盐埔，大家拢感觉住伫海边，按个是较我伊伫个山卡呢，所以乌鱼是阮岛的特产。按个我妈妈其实有煮过，啊，还好啊，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我伫个台北食菜市啊时阵，看到这项物件，我个想着这件代志，所以我开始买回来加煮安尼。迄咪讲哦，我感觉这食材做新奇啊，然后迄其实是我一个回忆和记忆安尼。啊，你想要煮出妈妈的味道是不？嗯，因为我去标这物件个是乌鱼的精囊，伊口感好像味道其实做特殊诶。嗯，啊，迄阵食着个感觉哦，无食过呢。安哥，今即马个无多存啊嘛，即个物件嘛咪讲，我要食个食会着，啊看着个刚刚讲哦，啊无来煮一个好啊、嗯，来回味一下即个味道安尼。嗯，你妈妈第一个煮互你食的时阵，你敢要会记咧？你食的时阵，你敢就知影迄是啥物？我唔知伊个讲，啊无你约看卖是啥？啊发生啥物代志？我嘛约袂出来，因为迄个有一嘟嘟啊臭臭味，啊口感软软，像个猪脑安尼。嗯，所以其实你也不会上来出来这是什么物件啊？你伊甲你讲时阵，你开始在讲哦，这个是乌鱼的精囊。嗯，你妈妈应该不是用讲乌鱼的精囊这种讲法吧？伊安那讲？伊就讲哦，乌鱼标个乌鱼标啊，啊个是讲的乌鱼的有诶物件咧。嗯，讲的乌鱼的有诶无诶物件。你用什么方法料理？我嘛是问迄个鱼达。伊个讲，你用麻油去炝香、炝姜啊、蒜头，啊，过去放落，卖伤紧变，因为准嫩、准嫩、准嫩的。啊，你爱互伊稍微定型了，较爱含足侪酸呐、啊，伊会足香的，所以用蒸的啊含酸呐、啊，佮淋一寡豆油安尼。其实我看你煮好的迄落菜，迄相看起来是感觉很美味啦，看起来真好食、你的文字形容是讲乌鱼标的味道与口感难以形容，只有用舌头才能意会这个鱼鱼精囊包覆舌头的感觉。规个拢，有人感觉原本是想要真正经去欣赏，到尾后壁即句，佮感觉哇，那个心情很复杂。就是看到你这个po文，然后你说你是身为田里的小孩与北漂青年。哦，这样笑。嘿，你都不记得了，北漂青年。这应该是得到很多朋友也是北漂南漂不管啦，就是从小孩到都市上课读书开始上班了，想要去拄到伫咧菜市啊，是拄到伫咧餐厅一路菜，都互你想起细汉的时阵家乡的味道安尼。对。啊，一个想要家己实际去操练一下，想要煮出迄路菜，我感觉你是这点较特别。哦。因为你本身是不是真爱料理的人？嘿，我其实因为我即马做工课所在伫个松烟遐。啊遐。食饭个足贵个，所以我其实逐工拢家己带便当。哦，拢你家己煮诶，家己带便当，就是简单煮啊，简单食呢，所以其实拢会家己煮。所以有感觉家己的手艺愈来愈好无？应该是有啦。按个会家己煮，其实嘛是有原因啦。因为研究所家己伫外口睡厝了，有一个租房，可以当住嘛，这是一个开始煮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其实我若大概等于屏东啊来台北的时阵，迄、那个包袱我拢会比迄、那個。也是准去较重，差不多三倍。哦，这是查甫惊菜，不是查甫惊菜。对，查甫惊菜。哦，妈妈给你带点点的，对不？对，因为像讲我这个炖一个，带两条烤鸡，两条菜鸡，佮有底下
鸡啊，不，地巴鸡巴不，不，可是多啊，出来带米家，拢来加多来带吧。啊，因为你个爱煮嘛，袂歹去，所以个会做点煮的。我问你哦、喔，这个场景我跟你本身做熟悉的，我已经做关系，我那是登起三星，拢会拄到这个环节、嗯，就是你妈妈就先看你这个是派什么卡邦啊，等来有大包无、嗯，有偌济空间会当可以发挥。嘿、嗯，我就拢会一般我拢会讲，母啊，你等下哦、喔，我这个哦、喔、物件已经放差不多啊哦、喔。我无啥物空间啊，我阁炸电脑床啦，所以你莫囥遐济物件哦。伊讲啊，好啦，结果拢毋是安尼，嘛是拢做济。故事的发展最后拢毋是安尼，伊会阁为其他的部分提出两卡三卡的。对呀、啊，对呀、啊，伊讲人搞物件就搞。你敢嘛是安尼？有当会想要甲你妈妈做动，结果无法度。真正是无法度，因为像讲我是透早爱出门嘛，伊透早个伊做是啦，我透早个咧去坐车，遐物件伊拢款好，包包也放伫个桌顶啊，你无可以，其实嘛讲袂过，所以因就爸母个，我感觉这是伊个关心啦，就是伊会去做者处理菜，互你抓去，伊拢会刚刚讲啊。台北很贵的，怕你吃不饱、所以应该传很多那个厝里面的菜给我吃呢。我母啊，她的菜园啊，也是有种一些菜嘛，她就专工用快递叫宅急便寄去宜兰给我，我就会跟她说，母啊，你较冷静咧，宜兰这些菜也都有呢。她说，还不一样啊。我家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到时候果长酸呀酸呀，啊啦酸呀，热天咧生时阵，阮到个，我妈妈个寄迄个冷藏的货运到台北好过。啊，个其实酸呀台北嘛买有啊，个我个刚刚讲出来对酸呀，迄个气味无同，食起来特别好食。嘛是还是很念旧啦，家己迄个对。故乡对厝里的感情要真深，所以才会那么纠结，又想回去又不敢回去。我们来说你做工作，我说你找头路其实都是要是你的那种农家子弟魂在那发作，比如说我之前认识你是因为你在农镇，好啊，再来你现在是在一个注重食农教育，注重营养午餐，在关心台湾孩子营养午餐的一个协会，也算那 NGO 的单位在做工作，都是人家是都很冷门的一些头路。没对啊，结果你的工作你又说常常要出去，人家说出差哦，去哪里出国出差，现在疫情期间可能较不会 出国出差，不过可能是什么公司之间的交流出差，不然你都是去农村出差。对你看你自己根本都走不散嘛，怎么那么爱做 这方面的工作？我刚刚去农村出差是我刚刚做欢喜，因为那个不赶快农村有不赶快的高速行业的风土，所以我来让一个所在出差啊，熟悉那个所在，其实我刚刚做去熟悉一个新的所在啊，所以那大概出差我刚刚我个谈掉啊，人感觉出差可能也是你做工作的辛苦，不过你会乐在其中就对了。其实以你的年岁，你说这种农村的出差，这几年下来你做的工作的这个领域，也是少年人很多，对吧？并不是说，咱可能就是农村是很老化，这个情形不对。不过在现代，现在在台湾来说，对农村农业的议题关心的这些少年人，就以王章毅先生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有很多让人感觉有点希望的，是不是？其实我的论文就是写农家子弟这件事情，不早说，这个通告应该早点敲。因为我很好奇说农家的这个后辈他们要回怎么回到家里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其实是找到过来的案例去讨论讲，哦，那要等伊要安怎？啊，其实案例其实，我因为我个是访谈嘛，我个知因的故事，啊，我个熟悉讲，因咧做啥物代志，因等伊偌久啊，即个物件，听了了，其实会知影讲，其实民大概咧想安尼，农村拢无人啊，其实嘛是足侪人拢有等伊做农业的代志，啊，这是第一点。
啊，第二点是讲，我即马啊，若出差会走龙川，爱去拜凤郎。其实嘛，足侪人，足侪少年人等于龙川，伊无一定是做农业的代志，佮像阮大明呢，伊是做像讲地方的文史的调查，地方事务的推动。即个物件其实你可以当看到龙川的少年人的另外一个啊、面向，因咧为龙川咧拍拼，所以大家一直拢讲龙川人愈来愈少啊。啊，拢无人要做农业诶，这是事实。按个大家无看到，可能是毛足侪人啊，注重着农业这个议题，农村这个议题，等于拍拼，等于想要让农村变个较好。所以大家拢会感觉做悲观咧，就是农村像要无未来啊。按个我是无安尼感觉啦，因为我嘛实在足侪人伊为着农村咧做代志。为农村做代志是讲真正是。到農村生活，啊，我感覺像張毅你佇咧台北食頭路，是一種有淡薄結合了即個一寡恁農家小孩的特質，發揮點咧都市內面。比如講，你會去做，迄是毋是做義工啊？你會去甲阿公阿嬤教因做一寡用植物做的一寡藝術作品，迄等於那藝術治療同款咧。你哪會去做這方面的這接觸？我感觉我会爱种物件，是受着我大汉这个背景影响。我即马伫个台北细厝，爱有一个楼顶会当互我种，所以我伫楼顶种足侪物件。为遮个发展了来，我个做一挂园艺的 DIY。啊，因为我是社工的背景，我足侪朋友拢咧做社工的，啊，因咧邀请我讲。啊，我呢，即个社区据点的长辈，因其实做爱只植物的 DIY， 我可以教因教，所以这是啊，规个代志拢是和我成长、和我咧求学的背景有关系，所以我开去社区甲是啊长辈做一挂园艺 DIY 安尼。遐长辈，你会甲因安那自我介绍？哦、我就讲我是小易老师，好、哦，家己讲家己小易老师、哦，因为因拢安尼讲，刚好表达开那个，因嘛拢未插你的名，应该叫什么老师帅哥，歹记啦，记名歹记、啊。其实我嘛做一行啊、老伙啊开讲诶、因为我就讲我在做替代业时阵，我就是伫个老人诶机关，哦，啊，我嘛是好阿妈。带大汉的，所以、其实我去教迄其实做，你也做紧张的，因为你唔知道教了好。阿、哥，其实你也做享受，我做享受着行。老伙啊，你开讲的时阵，也做好奇变阿做，也叫阿那帮伊做。啊，我来开讲，哎，讲松笑。其实在过程拢会好，我做享受讲哦，来教这個、其实做趣味啊。边啊，你的社工系的啦，或者是农业研究所这方面的同学，有可能就是公家机关呢已经有透露啊，还叫铁饭碗呢，所以你无介需要去考虑着讲生活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压力，迄嘛无可能会造成你改变你即卖的兴趣的着。还是要未死啦。你看，大家现在的年轻人都腰不死就好了，所以他们放心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是大家太多不一样。有人就感觉、我要买厝买车，我要创啥，我要赚很多钱。但是我的想法是说，我可以我这些钱到我的生活用、我可以对我的工作比较有兴趣，这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像说你也到达在累积经营的一个粉专叫直男嘛，对吧？对植物的直男生的男直男、直男一般直觉反应是基异性恋男生、啊、你跟我是植物的男生，这是基你个人还是背后有一群喜欢植物的男生？因为我是和我的高中朋友到底在送这个粉专、这个粉专其实也有被创伤，因为顶管拢是甲植物有关，系安个大家咧经营，这拢是为着要卖物件嘛，这是一种、啊为着要经营家己的社群，安个阮个像个日记安尼咧写，啊嘛是，阮个是趣味啦，因为阮拢开去大自然，爱种物件，爱个家己的生活。记录在顶管了呢。所以没有什么，无什么大的气度的对吧？我朋友做做气度，
想讲伊个买镭射雕刻机，还个想买家己做产品产品。哦。啊，因最近个计划讲买九曲洞，就是高雄的九曲洞。九曲洞。九曲堂。九曲堂。因讲有一个空间，按遐开个去加一挂植物底。哦。嗯，这是我最近在讨论的计划呢。嗯嗯嗯。嘿。应该是属于较另外一方面的作品发展的一条路线。嗯嗯、啊，那是讲要用迄微星，迄可能嘛，要不遐紧的代志嘛。可能袂吧，无法度。这是兴趣啦。嗯嗯、你那是介意伫台北安尼两个经营一个共同的粉专，伊干嘛赶快是增卡囡仔的背景？哦，伊是红山人。哦，你侬啊，伊、红山，你是红山哥。高中哦，高中，嗯，我是东二安尼。哦，安尼嘛是对你讲偷偷讲东二，所以恁嘛有真侪共同记忆、共同话题。嗯，对对对，嗯。即伫咱迄个生活伫都市的庄卡囡仔来讲啊，吼，嗯，我想要嘛要知讲，你捌伫咧都市做过，感觉好人感觉讲哈，你今仔庄卡来，感觉讲你含含嘛奈安尼做代志的代志无？因为我现在有在楼顶做东西嘛、uh-huh. 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哦、想要种这么多东西，想我跟你楼顶种番薯叶啊种葱啊那些东西厉害呢、啊、因为我就觉得、啊、种了可以自己吃嘛、嗯、我就觉得按个其实做歹狗诶，你那无好诶土，无好诶日头，其实生了无好看，所以后壁较大大无种。按个迄阵我个，因为我个种卡来嘛，我感觉哦，大家拢家己种，家己食，所以我嘛伫个台北做这件代志。所以有够家己食，还是也够够较良缘上别人。不，家己参加都不够啊。嗯，真的哦。几个礼拜办一搞，还当家己煮一顿啊。是，嗯。啊，你有看买了？我以前嘛拢伫台北都市伫咧上班。嗯。啊，你有看买我做过什么韩国的代志？跟公布人无关系啦。无关系啊。后来我家己讲，这想歪哟。咱不是拢装卡所在要拍皮，日头呢就大，像即马寒天，伫咧那寒寒呐，迄日头就大，像都会拍米皮哇。嗯。啊，伫台北咱拢租迄套房，细细间仔的厝，根本内衫都无够，那有可能拍米皮。嗯。所以我有一年住伫台北东区啊，我真正冻袂掉呢。我伫咧十一楼顶的这个套房，一直看楼卡一个小小的公园，迄个头遐尼啊美的，就伫咧小小的公园迄个椅子上面，嗯、公园那里没有人啊，我真正已经袂掉，我甲我的咪皮，开瑞拍个，对，然后披点的遐料，我想讲，安尼真正是见笑，不过我真正足需要日头来甲我的咪皮温暖一下、嗯嗯，所以我就摕一本小说坐点边啊，想讲随时有人抗议，我就赶紧来甲咪皮收走。你有感觉讲安尼，我嘛是算有勇气，有伫咧当鬼让做几下代志。一个上个时尚的东区，我们在旁边拍皮，我们是真的装卡囡仔的本质，我们知道说太阳不用多浪费、嗯、对啊，要送去烘，送到烘烤也是可以的，可是觉得太阳最直接嘛，对、嗯、啊，日头的，所以你平常时拍衣服，你有注重这个吗？我有阳台当拍，啊，我有一个顶楼嘛、哦、所以很快，哦，对耶，你这样真的是有爆到、嗯有一个顶楼，啊，不过出头家敢无甲你抗议，还是其他的房客？嘛无，因为我就是住五楼啊，顶楼会当用的。你不是住顶楼加盖，你是住、嗯、OK。啊，不过有当时会有人会想讲顶楼安尼会有脱水啦，迄、那个水排泄问题啥，这无？哎、欸、呀、啊，我家己去过啊，就讲洪台来，我家己疏通排水管啊。哦，对，嗯，所以这代志有注意到就好啊。对，嗯，那呢？这部最后你感觉讲家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对这所有的小社会意识中感觉讲，咱应该做一寡使命啦，什么还是讲经济发展等等啦，遐个刻板印象来讲，其实你家己选的这条路是一个我感觉无啥共款的路，淡淡的，不过我感觉也后坐力是真强的、嗯，因为你做的代志，你关心的代志，可能影响的是你以后。下一代你的孩子、嗯、对吗？你会对自己定义自己现在的生活，嗯，在我小孩的写作文的时候，我记得我写说
我想要做公务人员，我想要做，我有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所以在我的思想里面，其实我是一个很安定的人。虽然说我现在不想要做公务人员，但是我是比较在意生活的安定。所以其实现在生活让我感觉比较稳定，虽然说我是一个30岁想说要冲刺的时候，但是我是感觉说我有自己在意的议题，我有我自己关心的东西，那些东西在我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有在发挥，都有 在做我可以过好我的生活，可以关心我所关心的东西，这是我最满意现在的状况。但是未来我也是要面对着说我要做啥，我要去哪里，我有想要回去吗？但是这个是我跟你找的答案这样。我刚刚听到你说以前要志愿是要公务人员的安稳的生活，到现在知道要追求的是生活 的安稳，真的不一样。一个是小孩的时候大人教的要用金钱定义的安稳，你现在是用自己精神上实际去生活实践得到的一种安稳的生活。其实像说煮东西这件事情，我感觉这是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是安选择我们要吃什么东西。你说我家前的东西，我去菜车买的东西，这都不是我去买外食，虽然很方便很快，但是我可以选择我要煮什么，我要吃什么。所以煮食这件事情对我的生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好好生活 对自己是很负责的，我觉得一个实践可以说算社会运动，因为现在太少人有办法自己身为上班族又自己煮食。你说的你知道你要吃什么，你准备什么让自己好好享受那顿饭，就要切煮洗，对吧？要开很多时间的啦。对现在哪有几个人会想要这样做，在都市生活青菜就是一顿就解决了，对吧？所以我也感觉这是我真卡囡仔的特质的一部分的展现了。相信伊阿的妈妈应该听到嘛是真欣慰，细汉无该插伤济嘛是有好处，伊家己也要补来食。哦，我今麦等于拢爱做人家。真的哦，厉害厉害！恭喜王爸爸王妈妈。这个伊阿的发挥发展，甲目前来看是不哩啊厉害，嘿，上好麦等于甲恁交叉较好啦，好伊个弟先搁踮外口磨练一下，对不？谢谢张毅今仔日来，谢谢吴阳再过来开讲哦，拜拜。今仔日装卡囡仔欧白开讲的时间，那是你听个家。身为庄卡囡仔，你嘛感觉有真侪共通点，嘛有真侪你家己的观点要甲我讲。欢迎你会当伫咧 FB 米米之音，或者是伫 YouTube 米米之音这个账户留言，或者是要写批甲我讲，拢真欢迎。有机会，咱阁继续来尬聊一下。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再会，拜拜。